爸妈对待子女大小眼养育方式竟天差地远。我就跟我妈讲说我肚子很饿，我妈就说要吃好心自己好。我弟就跟我妈说我想吃面，我妈立刻开门就出去买。有天我妈从外面回来，我就想说奇怪，她怎么三颗奶，原来还把苹果藏在衣服里面，她不要给我哥哥姐姐看到，就拿出来给你讲。今天晚上9点东森超市33频道 Hello 你有事吗？